Harun Studio， 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比我们的 YTOA 比赛了。对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维持一天12小时不花钱的计划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，Let's go。所以呢，这计划要如何进行呢？这计划就是像你们看，现在是一点，那我们应该是会维持到半夜一点，因为现在是中午一点，因为我刚起床。对，我是一点起床的，然后现在是1:30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当然不可能就是只是一天不花钱，然后就站在这里发呆，然后一整天吧。好，当然不会。那我们应该要有个企划，我们来想个企划。大家都知道我是国小数学杯的，我没有参加，那就表示我节奏感当然很好啦。那如果我节奏感很好怎么办？我就要来做音乐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挑战一天待在房间，用房间的各种器物或东西来做出一个音乐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把画面放到我们的荧幕上。对，那我现在用的这软体是目前最简单的 GarageBand 的这个软体。A few moments later.好，我觉得，你们听得到那个回音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先这样。好了，那我们的音乐也告一段落了，小小的告一段落。那我们现在呢？我现在肚子很饿，所以我们就先去兑这两张发票，然后买个东西来吃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Let's go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出来了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去前面的 Seven， 因为好像发票现在都在 Seven 换的，那我们就走吧 ，Let's go。你好啊，欢迎换发票。我换发票。嗯，换。在证件吗？没有。因为我在证件的话，没办法换。嗯，好，对，那我等下了，不好意思。哟，就是要对方捧发票吗？对啊。你要带身份证，这是学生证吗？我没有，对。我们要压身份证，因为我们要放身份证后面的那一组条码。所以这个不是你有身份证吗？我没有。因为没有身份证，没有办法刷后面的条码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无功而返，对，因为原来换统一发票要身份证呢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等 B 计划了，就是看一下冰箱里有什么，就来煮什么。有香菇，很好。有冰耶。面，我们来煮面。Noodle， OK， 我们可以煮 Noodle， 还有虾饼。这是什么？有月亮虾饼。因为菜不是我买的，所以我煮冰箱的菜也不算是我花钱。好啦，现在呢，我们因为换不到发票，我们来煮。对，这个饭是昨天买的，所以不是今天花钱的。OK， 好，那我只能找到虾子跟这个油桶小厨房。ウトンの簡易キッチン。我们来切东东。Cut。油桶的英文小调是 cut something。
些小心，就是当你要把蜡笔小新切掉的时候，你就会说 I want to cut 小新。然后我来切菜菜，来切咯。再多开瓶的埃及会很生气。我饭要爆炸了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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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来，我们先来评论，红妹觉得好吃吗？还不错。红妈嘞？5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做我们的音乐喽。9点钟，我剩下1、2、3、4、4小时，我就可以结束这一个挑战了。对，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干嘛呢？4小时，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很就是会分心我注意力，不会让我想要花钱或吃东西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音乐也好了，然后我们就要来拍 MV 了。拍 MV 4小时应该可以。好，那。就继续看成果吧 ，Let's go。油桐 ，Newton YT。一天不花钱的计划，我觉得很有远见。让我们重新思考，我们辛苦赚来的钱。到底要如何花？这场 YTOA 让很多小 YouTuber 得以被看见，我也有被看见的机会。不然我开头剪了2小时都没有人看得见。我每个影片开头都剪了2个多小时，还是没有人看。这场计划也非常的成功，我得以在一天之内不花任何钱，这要感谢乌鸦，它真的超傻，我真的每天都想订阅它耶。这个成功让我觉得我像是成功，但是我不求得第一，因为我是草原女，我真的很像草原女。那在下面点个喜欢，按下订阅，也开启小叮当，它会呱呱叫。Yeah.各位观众，现在呢刚好整整1点钟啦，我们成功了12小时。那其实刚刚的4小时，我就是真的在拍 MV， 就你们刚刚看到的，还有再剪剪看，
刚刚已经应该已经看过了。这个是的，好哇，十二小时我们成功了，谢谢大家，一天不花钱也还好嘛。可是我好饿，我等下应该还是会去拿一点东西吃。这真的时钟吗？嗯，好，那其实 我已经开始蛮忙的，喜欢我的影片就按一个喜欢，不喜欢就改一下喜好，然后记得按订阅，快，我很缺订阅，120而已，要不要123一下？好，那就是也期待下一部影片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Down, dow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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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wn